慢减，慢慢减，慢慢下去。不知道啊，如果他现在还不知道时间还定不下来，还想同居。你们公司不会等着倒闭了吧？我现在就怕这个事情。那你去上班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物业区上开工的多不多？嗯，看一下是只是个别开工还是普遍开工。看一下，反正我们公司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开工的，20号开工的。嗯，如果这是做那种防护用品的，对，可能跟我们这个行业也有关系。是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司就是疫区的那个人员比较少，基本上就一两个、两三个。隔离最后一天，今天就是两个菜，一个西红柿炒蛋，一个茄子。这是我做的黑暗料理，反正做的卖相都不好看。这两天也就是，反正现在熬过来了，明天就自由了。